穿着保护衣的卫生署人员去到位于观塘永兴工业大厦的 party room 采集样本，这里已经暂停营业。确诊新冠肺炎的一对婆孙，大年初二同17个亲戚曾经在这间 party room 烧烤和打边炉，其中两个亲戚来自广东省。24岁的孙仔上个月30号开始发烧和咳，看过几次私家医生，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入住律敦治医院之后确诊。而他90几岁有长期病患的外婆就曾经在2月1号因为发烧和脚肿入住东区医院的内科病房，医院在知道他的孙确诊之后再拿他的样本去化验，星期日证实他同样确诊。而除了两婆孙之外，当日参加过聚会的人有另外8个的检测结果初步呈阳性。至于两个内地亲戚已经分别在1月28和29号回去内地，经过医院检查，其中一个人证实没事，另外一个人就等着化验结果。我们都会当为一个即有机会是本地的爆发，本地的家族性爆发的个案。卫生署说19人聚会之中过半人可能感染，现在还未确定到病源，又说两婆孙都没有外游或者接触患者的记录，加上病征轻微，跟普通流感病人相似，在现在的策略之下未必可以有效阻止社区蔓延。越来越多人，不可以说所有，就开始是一些比较没有一个高危因素的人，即是你很难在个社区里面知道哪一个是有病哪一个是无病咁样啦，咁变咗其实如果越嚟越多呢类个案产生嘅话啦，可能根本我哋社区已经系有啲蔓延或者甚至系爆发咧，咁好似流感咁样，咁其实就冇一个真系有效嘅办法去阻止。如果佢嗰个本地嘅传播系越嚟越犀利，比如啲病发嘅日期越嚟越迟。咁而越嚟越多个案嘅话，咁我哋即係做晒呢啲所有嘅措施都阻止唔到，咁可能真係有机会係即係风土化囉。咁至于打边炉又系咪会增加病毒传播嘅风险呢？可能会有啲专家会话究竟会唔会打边炉係有机会霧化咗啲嘢。呢方面其实我自己就冇呢方面研究啦，咁就唔可以话断定係定係唔係啦。咁当然即係諗落都可能有啲情况，就係即係如果有病嘅人佢即係佢有啲飛沫呀或者性咁喺度霧化咗，咁可能真係有啲机会都唔定。咁但係都要有一个有病嘅人，有个病源喺度，就唔会话嗰个火锅自己無端端就有啲病出嚟㗎嘛。张竹君又呼吁市民应该减少聚会，同台食饭的时候亦都要用公筷。《东网》记者陈婉彤报道。